所有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艾米森圆圆，这一首歌呢送给所有一路支持我陪伴我的每一位朋友，祝福你们能够开心快乐每一天。欢迎你走进 YYFM 3249音乐频道，送给你的 New Z Radio。 唱下这杯孤独，我曾经天真的以为用真心对待任何人就可以得到真正的友情，真正的爱情。后来我认识一些人，经历一些事，才知道这一切都只是我以为。狼狈，但是如果时光可以倒流，我还是会选择去认识你，虽然会伤痕累累，心中的温暖记忆，这除了你的任何人都无法给予的。所以我谢谢你曾经来过我的世界，感谢有你。我才知道我想念的想念的，每一个在你生命中出现的人都有原因，喜欢你的人给了你温暖和勇气，你喜欢的人让你学会了爱与自私，你不喜欢的人教会了你宽容与尊重，不喜欢你的人让你自省与成长。所以没有人是无缘无故出现在你的生命里，所以每个人的出现都有原因，都值得我们去感激。好想逃却逃不掉，我相信在最需要奋斗的年华里面，你应该爱一个能带给你动力的人，而不是让你精疲力尽的人。记不清这是第几夜，不归。在这里我要感谢所有朋友们一路以来的陪伴，伴我成长，我伴随你们成长。要验证两个人是否相爱的方法之一，那就是分开，分开以后如果难受，如果思念，那就是真爱，而真爱一定会让两个人再次相遇。相信我，我好想逃却逃不掉，放弃你是最痛苦的煎熬，我好想逃却逃。当时间慢慢传递的时候，当音乐慢慢响起的时候，这是 FM 3249 M 声音乐放送给你的好听歌。我也希望你脱去你一天的疲惫，脱去你一天的困苦与难受，与开心与不快乐，所有的烦恼全部都抛去，所有的忧伤都抛去，用心聆听这首歌送给你的好听，送给你的旋律。我也希望你能够开心快乐每一天。我好想逃却逃不掉，想抱着你。这首歌是否能够让你敞开心扉？这里是 FM 4249 YY New C Radio， 爱慕者音乐放送给你的音乐旋律。放弃你，感谢你们的一路陪伴，谢谢。我好想逃却逃不掉。